今日离开东面的济州海岸线，现在一路向西。神秘之路到底有几神秘呢？传说中这条神秘之路，只要你放些东西下去，它就会向上碌，不碌的。个个都在碌下碌下。除了牛岛，我最期待就是来这个 9.81 Park。 我们应该是这个 Full Package。 一开始就 download 了 9.81 Park 的 App 先。 download 完个 App 之后登记了，它就会告诉你你有什么 game 可以玩，另外可以看回你赛车那些 video， 它会帮你录影的。首先要将随身物品放在 locker。 现在怕不怕？准备作战，游鱼游戏第一关，赛车 game。原来不是任玩的，只是包两次，但太好玩了，我们现在一人加多三次，三次 Sport Lab 就要9500元。哇蓝色那个左边啊，好，哇哎呀！五哥！哥！我感觉到全部翻晒嚟。连入第四球，第五球，哇！原来佢真系球王美斯，哇！哇！连入第六球啊，第七球。连入咗第七球、第八球先衰啊！生存游戏啊，原来是玩 War Game 啊。要打几多个？哇，好紧张啊！啊，好好玩，好搞笑！我同老公成日匿喺啲暗角，跟住冲啊杀啦！981间 cafe 嗰个 waiter 咧，劲好人啊！我哋买一杯士多啤梨 latte， 送多杯 Canberry 嘅饮品，跟住再送多两条零食俾我哋，好好人啊！呢个零食好味。好劲噶啦，已经原来识玩系好好玩噶。我头先系公园嗰啲荡秋千，981 Park 真系超级推介嚟玩啊，劲好玩啊！赛车可以玩三次噶，跟住会一条赛道比一条赛道斜，同埋个弯位劲啲，好刺激啊！
另外那些游戏呢全部都好正啊。我最喜欢的呢当然是足球 game 啦。你最喜欢玩什么啊？骑马，我在车都玩。今日换另一间旅馆啊，位置就在9.81附近。呢间是一间别墅嚟嘅，欧绿色，哇，好偏僻啊！哇，好似去咗童话小镇咁啊！啊，好靓啊！我哋住一晚咋？好靓啊！就系呢啲别墅屋啦，厕所就冇企缸同埋浴缸嘅，不过咧佢间屋都几骨子噶，张床喺下面，跟住上面仲有一个角仔噶，上面仲有一张床嘅，呢度果然系有蚊噶，所以佢准备咗。拍蚊，呢间屋够四个人住啊，一晚654元咋。哦，呢度会睇到星星啊！今日系 day 4啦，我哋预咗喺9.81嗰度玩到好晏，跟住先去 check in 嘅。咁喺濟州市咧，特別鄉郊嘅地方咧，餐廳閂得好早嘅，可能7-8就閂咗。不過唔緊要，我今晚揾咗一個地方咧，叫做樹木園夜市啊。佢嘅開放時間係夜晚嘅6:00至到11:00。我哋而家出發啦！哇，呢啲路係連街燈都冇噶，淨係得你架車嘅車頭燈嘅啫。好有氣氛啊！跟住音樂行過去就是呢一個樹木園夜市啦。我兩個燒烤仲係未啊？鸡肉算一般啊，但羊肉算好好味喎，我觉得。羊肉好味啊！呢度除咗嘢食咧，仲有一啲 game 咁噶。哦。薯仔串啊！台湾鲨鱼。我就系点咗呢个薯仔圈啊 ！Thank you。啊！哇！你试一啖啊！哇！哦，我仲有啲肉，甜唔甜地？好酥啊！哦！哇，好大只啊！睇下！哇！哇，大过你个头啊！佢有啲火鸡嗰啲火鸡腿啊，好弹牙。剛才叫我不要買那個啊，現在是這樣吃啊。因為這個呢薯圈上面它滲了一些粉啊，甜甜地很好味的。兩個人吃個雞腿已經很飽了。好飽。